大家好，我是巴黎欧莱雅品牌代言人龚俊。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，让我想起去年在埃菲尔铁塔的欧莱雅巴黎时装周大秀。在 T 台上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最前沿的法式流行，更看到了文化多元复健的魅力。期待与巴黎欧莱雅一起见证更多法式中国美。